这一般就可以穿了，不能随便穿出袜子。嗯。关于五月十四号发生在大清水隧道明隧道上方的废轮胎火警，那经过18个小时抢救之后，我们发现由于现场轮胎被钢板覆盖住，那钢板跟钢板之间又有焊接，所以造成我们18个小时以来抢救的进度一直无法进展。因此昨天特别商请花莲港消还有空中直升机以及公段人员，那么我们在今天做更积极的处置。今天会同公段人员以及消防局人员总共58名，各式车辆8部，我们请公段工作人员把钢板给敲除之后，我们才有办法使用泡沫做积极的自行性的灭火。那目前可以看到铁板的温度已经从昨天的60度逐步的下降，那显然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作为措施是有效。那么也呼吁各位乡亲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，将你的车窗摇起来啊，因为现场释放的带药芯相当的浓，好，所以为了保障乡亲的安全，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护，那也尽速的通过该段的救灾地区。以上报告跟乡亲做分享。